我是罗伯这个频道，我是 Robert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我非常喜欢的夏日西装外套。那这个夏日西装外套的材质本身是纯棉，那上面的 pattern 是黄色的钢化，然后再加上它的面料来源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家面料贸易商，它叫 Eurotex。Eurotex 本身是由 Vincenzo， 不是那个黑道律师文森佐哦。它成立于大约150年前，大概1864年在罗马市中心成立。其实非常有趣，它本身没有自己的制造厂，但是它跟世界很多知名的面料商合作，引进一些，例如像 cashmere 啊，或者像 mohair 马海毛这类的高级面料的部分。他们主要的业务是从事于男士服装的面料贸易。他们本身有着全世界最好的面料，来自于英国跟意大利这两个产地。那其中有一间面料商帮他们生产全世界最优质的 Tasmania 出产的超细美尼罗羊毛料。Tasmania 位于澳洲东南方的一个小岛，那它由于偏向比较南极气候，所以说它本身产出的羊毛料非常保暖，然后又轻柔，那品质也是非常的精细。由于当地所培育出的产量非常非常的稀少，大约整个占比只占了整个澳洲的3%。所以 Tasmania 所出产的羊毛是非常稀有、非常珍贵。这张照片代表了一般羊毛、澳洲羊毛跟 Tasmania 产出的羊毛。可以从照片上看到，一般羊毛的纤维到 Tasmania 产出的羊毛纤维细致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。可以看到最左边一般的羊毛，它本身的纤维是比较明显的。那到 Tasmania 这边的话，它的羊毛纤维就是比较细腻一些。纯棉西装外套一般给人家一种轻松休闲的感觉。像我这件 Eurotex， 其实从外观上来看，它没有这么的棉，它反倒是有一种比较羊毛料的视觉效果。黑色这件外套是由意大利 Cacciopoli 所制造的纯棉面料，另外一件则是 Eurotex， 同样都是棉或纯棉，它们俩差别到底在哪里呢？首先单看外表，黑色这件 Cacciopoli 的视觉感是比较厚重挺拔的，手感上也相对的比较硬挺。Eurotex 的外表比较轻飘一些，手感相对的松软很多。如果要给这两件面料各一个形容词的话，我会给 Cacciopoli 利落，整体感觉就是比较精神抖擞一些。那 Eurotex 这个则是比较惬意，那感受就是比较随意随性一些。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 Eurotex 上面的格纹，叫做 Gun Club Check。Gun Club Check 是有2到3种的颜色格纹，不管是小方格还是小千鸟格纹，规律紧密排列在一起的一种格纹样式。因为都是小方格组合而成，所以远看的状态格纹不会过于明显锐利。像这件 Gun Club 还有加上 Window Pane 的窗型格，让整体的视觉效果不会太过于单薄。Gun Club 是从最一开始由苏格兰北部的 Gold Cache 半岛的地区性格纹，后来在1874年的时候，美国的射击俱乐部，也就是所谓的狩猎者俱乐部，把这个格纹这类型的格纹将其变成自己的制服。所以说从以前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我们就会一直用 Gun Club Check 去形容这一类的格纹。这件外套在整体的搭配性来说都非常好搭配，所以说我用3种 T 恤、Polo 衫跟衬衫，就是从最休闲到比较偏正式的一个3种方式去介绍给大家。
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有关于服装的相关资讯，我会把它留在下方连结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再记得帮我分享出去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